我来回答。这位女士提出的第一个问题，中美两国人民的交流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和动力。中美建交以来啊，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日趋活跃，推动了两国关系稳定向前发展。据我掌握的数字啊，现在每年啊，中美两国之间往来的人数已经超过了300万。这就是说啊，每天有7000-8000人往返穿梭于两国之间。这在32年建交前啊，建交的32年前啊，是无法想象的。中美两国地方的交流也已经广泛开展，双方建立了36对友好省州，161对姐妹城市。中国政府支持啊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，我们创造各种条件啊，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。这次访问当中啊，我和奥巴马总统已经达成共识，啊，双方将进一步采取积极措施，推进两国人民交流。一个呢，就是要鼓励双方的青年啊，到贵国，到对方的国家去学习，了解贵双方之间各国的情况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已经决定要建立啊中美省州的对话交流机制，同时呢，还要扩大文化交流，发展双方的旅游等等多种方式，来推进两国人民的交流。在这儿呢，我特别要强调啊，两国青年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未来，加强两国青年之间的交流十分重要。希望通过两国青年之间的沟通，增进友谊，啊，使他们成为啊中美友好的使者，为建设相互尊重、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做出积极贡献。谢谢。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Vesta question from